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蘑菇头音乐，我是你们的小蘑菇。前脚浪姐四一公舞台刚结束，后脚立马在网上引发热议，网友心中最佳舞台花海竟然排名第五，惹怒二次元，让人直呼离谱。要你离开，距离可不开，思念变成海，还在窗外进不来。全开麦的实力派大 vocal， 在粉色花瓣落下来的那一刻，两位互唱对方母语，中文和日文两种语言的交叠，让人大为惊叹。电娜领队的对口型版龙泉，竟是五人组第一。票数最高的舞台，在网上评价却是两极化，有人觉得很好的诠释了中国风，但也有人吐槽是第二个啾咪版功夫。有着真女团水准的 Problem 照样输给了龙泉。而后台知府反应就是我本人没错了，来自刘惜君和卢靖姗的吻别，中英对唱直接把氛围感拉满，尤其是卢靖姗的实力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原本以为只是演技好，但唱功更是让人惊艳。那么节目的最后，我们一起看看四位甜妹版的叮叮当当舞台，咱们下期再见。